为什么会参加宝贝的新朋友这个节目？因为你们给我一个是新鲜的感觉，看看你这么老还能做什么。现在孩子挺难伺候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孩子们最大最大的乐趣是手机玩游戏啊，包括几岁两三岁的孩子都会自己点开在那玩。现在真的很难去知道现在的孩子喜欢什么。哎呀，我特别怕遇到那孩子，他从小生下来以后他很娇生惯养，比方说吃饭问题，有的家长就拿着碗追着孩子满是跑，喂一口再追，真的很累。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播出，是不是也对其他的家庭，尤其是老人带孩子这样的家庭，能起一种触动作用吧？还喜欢调皮捣蛋，隔代亲忘年交，说的就是我们呀。那宝贝的新朋友是您吗？玩了十几年，哪里看过我的杨家枪、回马枪？您知道咱们这个节目的拍摄模式吗？这个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好像要跟他，什么睡觉也要在一起，吃饭也在一起，好像我是保姆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是没问题，因为我一定有两个孙子，我也照顾过他们嘛。反正那个我把那个小孩当我真正的孙子了。怕不怕自己到时候管不住这些小孩？我尽量啦，尽量啦，不责任，给他两巴掌。给他两巴掌，反正那个我把那个小孩当我真正的孙子了，真正的孙子了，尽量用我的魅力去感染他，一定表现你有爱意，他们才会接受你。好朋友来的啊！喂，肥仔啊！阿肥仔，小兵，得两个俾我，得啦，知道我知道。好啦，这两个这个，我呢最喜欢吃这个榴莲，我每次来这里我都买两个。好了，感谢收听啊，多谢多谢，唔该晒，拜拜。其实煎牛扒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吧？四哥，您好像没有开抽油烟机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因为我呢，常常没有人的嘛，就是我一个人嘛。那有时候我煮东西啊吃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人找我，我就出去了，你知道吧？隔了几个小时，全部都是烟，你知道吧？
下面那个职员打电话给我，哎，你家里着火了，哇，吓得我，马上就回来，幸亏我在香港，你晓得吧？这种状况经常发生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发生过三次，发生过三次，所以给我儿子骂了我了，哇，头破血流，我就叫我那个司机啊，你写个字在这里，我一出去的时候一看，我就回来看看有没有火，这样子，所以现在比较安全一点。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打电话告诉您的儿子跟女儿呢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跟他们不是很熟的，我跟他们不是很熟的。差不多啦。有时候我是什么，买一条鱼啊，回来蒸一蒸啊。我这个人吃东西呢，是很随便的，只要过得去，吃得饱，我就很满意了。我一个人就是这样子，吃了几十年了。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十几年前呢，人家送了两个这个给我，结果呢，我出去拍戏，我回来又他又什么，那、死掉了，所以这个我要留到跟我死的时候一起把他跟我一起陪葬。没有地方去啊，那个在家里没事做的，我就想看这个，因为我不看报纸。这个是林冲他出生的时候，这个是我送他去日本读书，还有我常常跟林冲一起去钓鱼啊什么。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他要赚钱嘛。想在这练，我们是来练舞蹈的，可不是来睡觉的。哪个做的最好，哪个就等下课，我一人给你们讲一下。老师，你应该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排号来。应该排着号。我可以用英语一数到十。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. 我也随意的音乐。不会。对呀、咱家还没有菜了，有一会儿让你自己去买点菜，你看行吗？自己去买点。买个西葫芦，再买点虾回来吧。家里没水果了，你再买几个苹果。是别买鸡蛋了，装篮子一会儿就碎了，玩具不行。我家里已经好好多玩具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些香蕉，我过两天就去海南了，算了，在海南吃也一样啊。这段时间怎么开始有卖桂圆的了？小玉啊，你来干嘛来？我来买菜了，苹果。
后完成一个了，还差一个虾。我怎么闻到一股鱼腥味儿？应该卖鱼的就在这儿附近。啊哈，真是虾！买虾呀，买点虾，好不好？活的死的呀，活的死的呀！哎呀，上蹿下跳的小虾，那差不多20个。我看看哪个胖乎一点，这个。这啥呀？这个，抓一点胖乎的可以吧？哎，你把袋子给我系上点儿，我怕虾动。哎呦！多少钱一个？1.5。便宜点可以吗？便宜1块都不行吗？只剩11块。如果便宜点不够玩，我就不在你店了。我希望你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最好的性格来，不好的性格开。奥利做人不乖。KO。恭喜你发财，现在可以回去了。加把劲儿啊！上午好，听众朋友，北京时间上午10点，欢迎您在这一时段锁定天气新闻广播。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依旧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趋势。天津市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气象预报，预报显示。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别的，拍电视剧是80年。80年的时候，全国都没什么电视剧的。老爷专业户，爸爸专业户，国民老爸，所有的爸爸和老爷我全都演过了，好像是。我打死你这个无依不孝的儿子！咱们被释放了。虽然我这个戏里边演过很多爷爷，但是我这个男孩还没有孙子呢。我希望我能有缘能碰到一个比自己亲孙子还要亲的孩子，亲孙女还要亲的孩子，能让我们有一段一辈子都忘不掉的这种经历，这是我真的内心的所渴望的。哎呀，我兄弟啊，我给你讨论个问题啊，咱们组里边你最年轻了，你跟我说说现在年孩子们他喜欢什么，我应该怎么样跟他互动？多大的孩子？3-4岁，5-6岁。哎呀，我离3-4岁、5-6岁也很久远了。你比我要近得多，是吧？我自己我觉得现在，如果我有孩子，我绝对不会拧着孩子的性格来，把他觉得不好的习惯，我们尽量的去帮他改正。女孩就是，我觉得就是一定得特别特别照顾，特别特别关心。男孩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规矩的。多听听他的想法，把他当着，别当成小孩子。哦，太对了。对，就我们跟他的感觉是，我们都是朋友。我说一定要好好琢磨琢磨，谢谢你。好啊好，谢谢。幸亏今天有点时间，我快出发了，我这怎么地，这个也不能往后推了，还要抓紧时间给孩子们准备点礼物。一见面了，别人爷爷都拿出礼物来了，哎呀，你礼物能没有？那就完了，就完了。走了，去超市看一看。哎，糖果，好看的就好。我吃糖多了也不好啊，爸爸妈妈都是不爱让吃这个。这个是挺好吃，给不给孩子们带呢？带一点吧，一样来一个，可以吧？这个可以有，不错。我要给他买变形金刚，全是给孩子的，给孙子孙女，这个应该挺好吧，给孩子们一人带一个。OK， 来一个，喜欢吃了再接着买。还有什么要买的啊？今儿卖狗粮的，哎，你给孩子送一条狗吗？准备衣服，哎，啊，这种衣服多潮啊，是吧？张胜伟老师哪个帅？不，他帅啊！现在你看网上多红啊，不错。张胜伟老师，这个心态比我还年轻，穿的比我花多了。四个爷爷里的，我是最潮的，我是最潮的。
这孩子就叫他花千骨。我今天啊要在这家店里头啊做个头发，我让我小孙子喜欢我哟。还有我要在这个四个爷爷里头，我要做到最好啊，那他们都比不了我啊。Hello Hello 张老师，我又来了。坐坐坐，宝贝的新朋友，这是一个隔代人，怎么在一起生活，一起玩，对吧，一起相处，所以呢我呢要给他一个好爷爷的感觉啊，让他喜欢我呀。哈哈，我的发型也准备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出发。啊，怎么电梯坏了，维修啊？哇，师傅，电梯什么时候开啊？我在十楼住啊。我的天哪，要累死我呀，我扛着东西呢。哇，我怎么点儿这么背啊？几楼了，我的天，该到了吧。啊，走过了，是不是老爷？老爷回来喽。哎呦来接一点东西走。快点让老爷亲亲看看。还笑了他跟老爷这玩的，快来嘛。妈，跟老爷家，跟老爷亲亲，快来要。哎 KO。 当我一听到这个时候，不光是担忧，实话实说有一种恐惧。我平时跟我的外孙女外孙子接触的不是太多，有时候我就想我能不能接受这次考验。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特别关键，尤其是陌生人，见着孩子以后你首先要做小朋友，这是我的想法，试一试吧，对吧，不要高高在上，把自己放下来。经常搞点什么小小的恶作剧啊什么之类的。我觉得他是把哥哥当成榜样，就是他反正哥哥干嘛他就跟在后面，像小尾巴一样。在我来呢，不要打我，他先不要打我。给我月亮上。让这边。可能每天都会发生，我觉得，因为他们经常也会抢玩具。他这种抢，他把他的车搞翻了。KO。他们答应我之前我们是说好，之前我们是说好的，谁先拿到的玩具谁先玩。Your behavior is really bad today, Alistair. I'm not gonna give you any of the toys.Put them all away tonight.我要喝的都是那个手机键盘。我要去，一会儿还有
九加号一分雪碧，那我要加冰哦。是不是给你尝一下？烫不烫？烫不烫？好朋友。罗宋汤做好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姚安莲，我是生业食堂里面最牛的大厨。小寿叔号称是这个城市里最女的男人。有一些演员朋友到我们家来吃过，比如说李光洁啊什么的，他们都来过。他们是怎么评价你做的菜的？说太牛了。无敌是多梦，多么寂寞。无敌是来啊，大家尝一尝了。很酸。我做的菜，你味觉有问题的。特点就是浓烈。这个小朋友估计。吃不了，还是能吃到肉本身的这个鲜味儿，咸味，鲜咸啊咸。其实这个带狗啊，我觉得跟带孩子有很多相通的地方。狗对一些外面的世界，一些新鲜事物比较好奇，就跟小孩一样。那我现在不知道我将来碰到的这个小孩是什么样的情况，哪怕是调皮捣蛋的孩子，到了我手上我也能搞定。我爸现在就是在育儿跟带狗的这个教育狗的这个问题上面，他的理论知识非常强大的，但是我爸的实践机会呢比较少。我觉得这次挺好的，给他一些实践的机会吧。没有不好的孩子，只有不会引导教育孩子的大人。而且就是温柔的，还有一种
小青他爷爷很早就去世了，在他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所以他没有跟这个老年人一起生活的这个经历，对于爷爷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脑子里不会有这个概念。爷爷是小孩吗？十分钟就到了。嗯，好的。那虫虫想吃什么？我先点。面条，我想吃面条。面条啊，还有什么吗？就没有了。OK， 好的，那我先帮您点起来，等会儿等你们过来就可以吃了，好吗？啊，好。我们要吃点芒果。芒果。小虫，好几天没看见你了。小虫，你是不是要去参加什么新节目啦？对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宝贝的新朋友。你会不会认识很多新朋友呀？对啊。不能忘了我。如果有人欺负虫虫怎么办？你就打。我们会想你的，我也会想你的。拜拜拜拜拜拜，虫虫。我要带这个，我还要带这个。我最喜欢坐飞机。对了，要带一支笔。对了，我可以拿一个背包去。对了，带一个助攻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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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吃完午饭就该去飞机场赶飞机了。四哥，您这次准备了什么礼物送给小孩啊？不告诉你。那我猜您肯定送的是玩具。你想不到的啦，哎呦，你想知道我不信谢谢。我呢准备了个秘密武器，我称它为百宝箱吧，我拿出来以后会给他一种惊喜，保证他没见过的。现在先保守这个秘密。我这个里面给他准备的礼物，我觉得肯定比其他三个爷爷的礼物要更让小朋友喜欢，更能给他带来一种惊喜。不信，我们到时候比。小孩很调皮的话，然后他们上蹿下跳的闹个不停，就是您有信心带好他吗？我以前是很调皮的，要是把我的调皮给他看看，他调皮还是我调皮？我最担心的是小庆生活自理方面比较差，比如说穿衣服呀、吃饭呀，因为我对他比较溺爱嘛。再有一个，这孩子性格比较急躁，不满意的事情他可能会发脾气。我相信新爷爷们应该不会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的吧。他们晚上睡觉有时候爱踢被子，然后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妈妈再见，爸爸再见，妈妈我会想你，拜拜。走了，先往前走走。
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，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把我当成朋友，能跟我打成一片。我喜欢孩子，首先，不要太乖，太乖了他太什么了就没有意思了。我希望这次节目的录制过程是我人生当中非常难忘的那么一段经历，跟那么一个小朋友一起去旅行探险也好，让我能够重新体会到另外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温暖，那种温情。 OK，我要去看我第三个孙子了。再见。好漂亮的夕阳啊，预示着我们这些老爷子们这一次能够红红火火，跟孩子们在一起开开心心。Hello， 你的新朋友来了，我们要去海南喽。小宝贝，这是你的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爷爷。我叫什么名字？我姓张，叫张双立。你呢？你会学羊叫吗？我不喜欢羊。牛呢？你给我点面子，让我学一下行吗？不行。哦，咱们去放风筝啊，好吧。又不是春天，放什么风筝呀？又不是春天，放什么风筝呀？啊喂喂喂！啊喂喂喂！能不能快一点？哎呦，我发现你可让你上来这么半天，你就干这点事儿吗？我在给他们换衣服，每一个人都没有穿衣服。哎呀，我发现你真是个慢性子，急了我早揍你。我不想跟你走，我想跟你走。宝贝儿啊，快出来吧！下那么大雨。我可不想被爷爷找到。哎，小孩。找到宝贝了，哎，别跑，孩子，别跑啊！哎呦，这儿有点滑哎，哇哇！3、2、1，开始。风说话要大声一点，我不一定能听得见。听你的故事好像永远听不完，有时候我也很想和你一样到达。